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早上好、中午好、下午好、晚上好，我是不开车老司机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，今天的主角还真不好说啊。大家注意看，我们刘备直接一技能开启，二技能进场，两套普攻带走安琪拉啊，转身过来搞小鲁班。没想到小鲁班一个闪现躲掉了刘备的攻击啊，小鲁班套路很深啊，不过还是被刘备两枪带走啊。这时对面的猴子从草丛里窜了出来啊，二技能加大招一个斩杀秒掉刘备和太乙。还好我们太乙有大招啊，刘备站起来对着阿珂就是一枪拿下三杀，反正接着搞猴子啊，猴子也是吃不了两枪就倒地不起啊。此时我们的刘备呢已经拿下四杀啊，五杀就在眼前，刘备紧随其后赶了过去，但是不知道是太乙没刹住车还是故意的啊，最后抢走了刘备的五杀。虽然说五杀被抢了，但是不过也没关系，因为如果说没有我们太乙复活的话，我们刘备连四杀也拿不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差不多结束了，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